山土尔台风带来丰沛的雨量，花莲溪水位上涨，滚滚泥流冲刷而下，水色也变得相当浑浊。那么伴随着强劲水势冲向了花莲大桥的桥墩，虽然不影响通行，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通行的民众要多加留意自身的安全。不复往日蔚蓝，花莲溪的出海口一早因为山陀尔台风所带来的连续降雨，山上滚滚泥流不停往下冲刷，水色明显变得又黄又浊，溪中还甚至能看见一些漂流物。没事啊，就是来看看，很壮观的。之前有来过吗？没有，没有，今天而已。哦，就今天有来。大河入海，这难得的壮阔景观吸引民众趁着雨势不大的时候特别开车到新天堂乐园后方的脚踏车步道停留观赏。台风山陀尔带来东部雨量惊人，目前横跨花莲溪连接吉安乡以及盐寮地区的花莲大桥水位明显比平常高出不少，冲击桥墩的泥流卷出阵阵漩涡，相当壮观。虽然桥上车辆仍然能够通行，但还是提醒过路民众或用路人留意自身安全。